第二集，拯救世界的英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感觉不像是梦。守护师找到了吗？守护师在别人手上。哼，看来轮到我出马了。走吧，陈斌，让他们知道黑暗势力有多可怕。他说这是勇气和智慧的守护石。他说还有另外四种元素的守护石。怎么办？完全摸不着头绪。慧芬，慧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会获得力量？是勇气和智慧的守护石选择了你们。这两颗守护石？没错，你们拥有勇气与智慧，能够守护世界，所以守护石赋予你们赤红力量。赤红力量是可以帮助你们成为红力超人的关键。赤红力量，红力超人，那是在说我们吗？好酷的名字。可是你在学校说的守护和平的六种元素又是什么呢？六元素包含勇气、智慧，另外还包含了水、火、土、风四种自然元素。六元素守护石原本是天界为了帮助人类所造，可是野心勃勃的比鲁斯想要掌控世界，他和他的部下普雷塔取得了四元素守护石，因此地球污染日渐严重，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正在受到威胁。那不就糟了吗？要怎么做才能找回守护石？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勇气与智慧。四元素守护石中蕴藏着四名力量强大的守护神，并且这四名守护神的正邪会随着守护石持有者而改变。所以想收服四元素守护神的话，学习的原动力、勇气和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元素，也正是你们身上所具备的特质。守护石随着你们的使用经验增加，将能发挥更强大的力量。但是若是你们存有任何一丝邪念，守护石将会永远离开你们，请你们铭记在心。慧芬，我来自天界，没办法在人界逗留太久，红力超人拜托你们，请务必用你们的勇气和智慧照亮这个世界。等等，慧芬，虎镇，我们真的可以拯救世界吗？当然可以，刚刚变身的时候全身充满了强大的力量，你也感觉到了吧？不止力气变大，身体也变得更敏捷了。区区邪恶力量，看我们用赤红力量把它消灭殆尽。对，虎镇说的没错，我们要为了正义而战。新闻快报，谜样的怪物正在袭击城市，市民们陷入了混乱之中。但是那不是刚刚出现在学校的怪物吗？而且那是我们住的社区。我们快行动。走开了，这些怪物到底是哪来的？他们为什么要叫？我们快点逃。你看那边，我们快变身吧。
哈！嘿！什么？快住手！不准欺负我们的朋友！怪物们这么快就被消灭了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要击退怪物，拯救所有的朋友们，走吧，红衣超人！哈！下一集《红力超人》，敬请期待。